曾经是人人称羡的贵族，竟意外深陷了权谋之争。大地罪人活玉把他拖下来，罪人的女儿人也将被剥夺贵族的身份。你们这样还算是人吗？你已经不是人，而是奴婢了。为了找寻真相，却又一步步踏进了未知的谜团里。你这家伙为什么要让我父亲变成逆贼呢？他们在牢里留下了一个毒血，你不可以死。阴谋与危机也将让他越接近残忍的现实。要为了冤死的我父亲，洗刷他含冤而死的怨恨。东森戏剧精致古装爱情大戏《侍女们》即将华丽上映。